今天吃梅菜扣肉，好嫩啊！偷偷的把我的米饭拿过来，这太嫩了吧！等一下，还有我的小排骨，我不知道他们一个视频能拍出那么多菜是怎么拍的，我的地方就不够用。哥，帮我把洋葱拿来行吗？你看这种人啊，不管人干啥都得磨叽磨叽。磨叽不也给你拿来了吗？还要牛皮不？这是我录视频呢，我这要是不录视频，磨叽就更多。Thank you.